大家好，我是安哲毅。我想是从2000年的大医院小医生担任美术开始，就跟公共电视结缘，一直到这两年拍摄的《淑女之夜》，继续忍下去啊。跟《刺猬男孩》也都是在公视播出的作品。公共电视提供台湾新导演一个非常好的养成以及独立创作的空间，相对于其他的商业频道来讲，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。我在2007年拍摄的《指印》，2009年的《末班车》，能够一点成绩，也都是由于能够借由这一个平台来学习成长。公共电视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，才能持续直播优秀的好节目。邀请大家一起加入公视之友的行列。捐款专线02-2633-9922，02-2633-9922，划拨账号19213335。